那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徐格林啊，大三格林啊，大三老师带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哦，弄生面孔哦，真好。不，没有高级班没有上过哈，贵也上过高级班的，一个尔，两个，三个。嗯。哎，这样子我讲笑话应该就比较会有人有感觉哈。你知喝酒醉的人最找人说什么？说他酒醉嘛，啊为什么？如果说醉就不用再喝嘛，对吧？爱想要再喝。啊有两个人在路边吃东西，啊喝酒，啊喝，喝到很醉的，啊在路边，啊互相跟对方说，啊你醉啊？啊另外说没啦，什么我醉，你才醉的。啊你说什么？是你醉啊？啊直直争，争说对方醉啊。结果吼，内底几个其中一个人吼，啊，大概摕出一支手电筒吼，暗时在啉酒嘛吼，在路边嘛，暗飕飕嘛，啊，手电筒啦，拍开安怎，有照一条光安尼，像那条安尼照出来对吧？哦，安尼囥下个一支安尼照出来，啊，迄日就问另外一个讲，哎，你看到无？手电筒吼，啊，就是条啊，你看到有啊？你讲你无注意吼？是啊，对这白起哩，对这条白起哩。啊，另外一个讲，啊，你在讲啥？你想讲我醉啊？吼，啊，我若白到一半，你个电话关起，我毋着摔落来。爱听有无？哼，迄两人醉啊，对无？啊，一个讲有较醒，嘛无嘛吼？哼，两个人醉啊，啊是安怎？好笑对对，一个话空的嘛，对无？根本就无迄支所谓的条啊嘛，啊！但是另外醉的对伊这逻辑，佮想讲伊个困扰点，毋是咧讲啊！你开玩笑，电话条，迄电光柱哪有可能白去对无？伊个困扰点毋是伫遮，伊困扰点讲我白到一半，啊！电话关起来我就熄落来对无？所以对伊个逻辑走嘛，过去台湾人就是安尼啊。国民党甲你画一个大饼啊！哦，入联哦，重返联合国啊！台湾人真正相信咧。真正对台湾人提咧，中华民国几遍就去咧，两两个嘴啊，对吧？所以啉酒嘴讲呐，酒威嘛。啊，佫一款咧吼，叫做脸消的，哦，起笑的人啦吼、哦。有一款病吼，人呐在头壳一个所在歹去吼，会发生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伊会想讲家己死去，想家己死去，结果这個人无死哦。但是你头脑一个部分坏掉，是会产生这种现象哦。这医学上是真的有这个病例啊，真正有一个人想挖掉的吼，四界看到人就讲啊，我死啊，我死啊，但讲我死啊，你好死好死会吃会穿，啊个讲话哪有死？无啦，我死啊！爱知即个人的时间有甲人讲，啊，别人会叫伊去一个所在，什么所在？去看医生对吧？去精神科去看，讲 check 讲你这個人对是变那个医而好嘛吼，啊，果然伊就去看医生啊。爱心该诊断，该安尼讲来讲去，讲啊，心理科医生嘛，直接讲讲到尾啊，爱心最后总算吼，甲这病人达成一个共识。你知影共识都是两个人同意，赶快一件代志，同意什么代志？死人袂老血。你敢知影死人袂老血？你唔知吼？死人袂老血，你知吗？死去的人袂老，啥状袂老血？啊？啥？袂跳啊！想说心脏袂跳就袂老血。对，主要毋是循环，是压力。你心脏要碰血，要有走，都要有压力嘛，吼。啊，水你啊挤落去，啊，水会喷出来，对不？赶快人的心脏有压力，甲堵落去，啊，你啊挂一个空，压力有一个出口，血就流出来，让人老血先咧。啊，人死了，心脏顶下去一阵就没有压力了，没有压力，你甲开空嘛袂流水啊，啊，就太来得嘛，对不？所以西洋袂老血对吧？啊，别人讲好，我也知道西洋袂老血安尼啦。医生讲你手巾倒摕来，我你即摆来去堵落去哦，血量流出来表示你啊，活的嘛对吧？该堵落去哪会老血？你是活的嘛？哎，请尽快就坐。表示你是活的嘛对吧？啊，那无老血就表示你是死的嘛，就当证明看是即个病人讲的对啊，医生讲的对嘛，对吧？啊，就手巾啊摕来，针就先啊堵落去，啊，结果安怎？
一定会老火嘛，对吧？这活人嘛，这都会老火啊。叫咱正常人，咱是判说，都甲证明讲你是活人嘛。啊，这病人都在点嘴嘛，袂使阁讲你死人啊，对吧？但是病人讲啥呢？哦，原来死人也会老火哦。啊，你知无？这个笑个就透底啊嘛，对吧？说真透底，所以他所有解释、所有观察到的现象，伊拢往单方面去解释嘛。就是他已经认定这件代志嘛，迄种真正蹊跷诶。我要讲的就是安尼，当然有两款哦。你拄只讲酒醉，啊酒若醒起来，你有恢复理智嘛，对不？拄只迄两个人是在喝醉的状态，所以讲话笑笑嘛，对不？但是你醒起来迄阵，你有恢复理智。啊，台湾人啊，可另外一个人，咱法律甲讲了，佫无醒，佫袂醒起来，迄个啥？已经笑到透底嘛，到伊骨子里嘛，伊只鬼人都蹊跷嘛，所以你。正常的代志，该讲嘛，法律嘛讲嘛，听无，也听不懂。啊，人民政府拢在讲这個，吼、哦，然后即马他倒倒来，吼、哦，来，头一张图，这下有看过，谁看过这张画？无人看过哦。上一届有两个看过，就李亚国把迄画的名称讲出来，有厉害不？我们以前有童星这么厉害哦。后来我想讲是学艺术，结果不是医生啦。哦，一心科林这上面艺术的涵养比较多一点哈、哦。阿哥跟我讲原文的名字呢，不厉害哦。啊，你们认识这谁画的？有看没有？啊，什么时间画的？小可有的。啊，最近为还是五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前，还是百年，还是两百年，五百年前人位？猜猜看，这是多久以前的人画的？有看没嘛？啊，文艺复兴还想炸了？文艺复兴十六世纪啊，百五年，无个百五年啦，一百，又蛮近的哈，还够有人讲个准确不？我来讲，塞尚，对，同一个时间，高更啊，你知道高更很像吗？画家，他是一个画家。那、啊、他跟谁同一个时期？伊捌甲迄个梵谷，你讲梵谷啥？梵谷啊，哎，甲耳啊剁起来送哦，甲剁起来迄、那个哈，耳朵割下来，耳啊嘛吼。啊，伊甲捌剁到底。你知道艺术家的生活哦，起起落落。啊，那好嘢迄阵哦，哦，赚大钱，但真紧要开了。啊，那无钱迄阵就凄惨落魄，对吧？连迄买画图的迄个水彩钱都买袂起。所以梵谷有一阵子的话哦，拢用迄 earthy color 都将。绿色啦，土色迄款伫画图，啊较贵个色买袂起。啊，即、這个高更吼、喔，有一届赚着钱，对吧？所有个钱早去结束在叫大溪地，太平洋一个岛，大个啊。啊，大下了就足好享受个啊，因为迄钱就大块个嘛吼，放喺迄款大溪地跟较落后地区吼、喔，哇嘞，每天吃穿喝拢无问题，拢有人甲哄待，啊，佮查某人伫边个好晒，所以过得像天堂一样的日子嘛。啊，结果伊伫迄阵、迄个时阵嘛，也创作，他画了这幅画。啊，你知道他名字叫什么吗？资源回收人永远不会问的问题。资源回收人想你唔知哈，我先解释这幅画了哈。伊名字叫做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的时候，喂，1897就在嘞，上上个世纪嘛，那些21、20、19世纪嘞。19世纪为呢，八几年前嘛，对吧？三年就1900了，对吧？啊，1513、1518啊，118年前为的。啊，以为这讲，咱对都要来，咱是虾米人？那边嗯都要去。但这问题，咱台湾人都未问。你是虾米人？你起码第一只创啥？咱台湾人要嗯都要去。啊，高更伫生活上困惑，迄阵居然想这个问题。照理说，伊伫生活在天堂里面嘛，哦，下面物件要爱拢有嘛，咱即马台湾人都要爱这嘛，互你食穿拢无问题，互你啊，拢有人甲你服侍，这大家追求的嘛。结果伊追，咱伫追求，伊老早就提到迄阵，结果伊问这個问题，所以表示啥？你把吃穿喝的问题解决之后，你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嘛，对不对？就算你把吃穿的喝问都不是问题的时候，你还要问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咱是虾米人？咱基本第一家冲起来那边五都要去嘛？啊，不你活着要创啊？干那要加钱呀？那不就猪一样吗？哦，猪
互低价出来文化的人的思考就是安尼啊，有当食就好啊，还唔着效果，对吧？啊，这物件有法度做饭哪食无？安尼来算物件，资源回收人这是新的词啊，我三年前我创出来的名词，就是我要解释下面叫资源回收人。啊，在座我的长辈知影不？高级班不算了哈，初级班来，这有看过吧？我来讲哈。起码世界上活在世界上的人吼，拢六万年前才开始，无比迄个早啦，比迄个早的人老早都已经灭亡了。六万年前，咱的人起码现在住在地球上，人类的祖先从六万年前开始。六万年哦，这不是我凊彩讲讲，这是 DNA 证据哈，从非洲那边来。啊，迄阵六万年以来，几啊万年，人拢是部落形式。什么叫做部落？你知道部落吧？咱国少做部落对吧？部落就得家庭住在一起。过去所有世界上人都是部落形式 ，tribe 部落啊，部落是很多家庭因为共同的狩猎范围，哦，还是讲竞走的所在，还是水的所在，安尼叫做几堆对吧？大社会啊，保护这一群几个家庭的哦，传宗接代对吧？安尼很多部落住在一起对吧？那互相之间哪需要渡掉人呢？不一定相拍啦，有两种情况，伊会合作会，哦，有一款是合作会，并骨较大，啊，只好都在调去抵抗别人的攻击，啊，另外一款就教练讲的相拍，啊，相拍迄阵唔是拍尔咧，是抬啦，无什么干那拍尔啦，要拍就是拍到死为止啊，啊，拍死了就是抬啊，先怎要抬，啊，抬个抬个清气溜溜，袂一个来闹起，先怎咧？今日讲走出去了个，反倒回来给你报仇。对吧？过早就是安尼啊。冲动说在真侪即款故事呢。较早伫迄个有一个叫做亚伯拉罕哦，即卖中东战争吼，中东遐个战争拢发源一个同一个地方，因拢共一个兄弟呢，共一个老爸出来呢。中东阿拉伯人甲犹太人毋是拍几啊千年，拍到今日日，迄阵个代志没有解决，到今天还在打呢。所以因过去拢要抬头抬个前去，安那打。他在亚伯拉罕是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同样的祖先，刚接老辈啦。啊，亚伯拉罕的名字意思是一个多国之父，就一个国家的老辈。但是迄阵伊一个囝拢无。啊，罗顶管人过来挨啥子打招呼的时候说：“欸，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做多国之父。啊，你几个囝？啊，一个嘛无。哈哈哈，那个笑啊，那么真闹鬼。你讲真侪国家的老辈，啊，结果你一个囝拢无。啊，那也是个多国之父，对不？啊，迄阵已经九十岁，无在了个生嘛。啊，几用笑，伊就登去厝内，对因老婆嘛，感觉安尼唔对。无安尼啦，我有一个查某囡啊，你该生好了，上而已。那你跟他生，至少你出去袂闹亏嘛，有一个嘛。啊，那生出来了，过来认养，比如说客囝嘛，对不？这样可以，反正伊查某囡啊嘛。结果你唔知，伊生出来了，这查某囡啊，就开始摇摆啊。你也生，我也生，你袂生啊？都甲因咧原来迄老婆甲呛声啊，对不？哦，迄老婆足气哦，冻袂调，每时讲咧，拢以泪洗面，看到每只看查某囡仔抱起你那，伊就冻袂调。这袂使跌弯道，赶出去。结果迄亚伯一个一个吵，迄亚伯人受不了，啊好啦好啦好啦，啊给他一袋水，几个饼都赶伊走。你知影伫迄沙漠的所在，你何里一袋水啊，几块饼，你要叫伊活偌久？无偌久啊，对不？结果伊就走去落诶旷野所在底下嚎，结果天使来了，甲安慰讲：无紧，上帝已经知影你的情况，阿拜你也变作大族，足侪人诶。结果没有错，阿拉伯人即摆遐侪，你看比犹太人较侪对不？后来亚伯兰阁生一个啦，甲因即摆原配阁真正生一个囝，哦，以撒哦，就叫以撒啦，对，即摆犹太人的祖先啦。啊，这你看到即阵那个雷小帕。结完喜完嘛，对吧？还在吧？这就是部落战争的起源。开始的故事真简单，但是后来变作贵啊，霸你一摇上千年以后变作很严重的问题。啊，咱即马拢是过去的代志，到今仔日，咱台湾人即马拄的代志，就是过去的代志无解决。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没有解决，到今天还在处理这个问题。咱即马站出来就是要彻底把台湾的问题解决，还在哈？部落形式拢抬对吧？但是哦，太久啊，安尼唔对呢。发生什么事情？哇，土地变大，还是啥物去种？
无在掉对不？所以想一个方法，安那，这叫做老弱妇孺，对方吼、哦、较勇的、较强的、较歹的拢甲伊抬掉了，较巧的拢抬，干那剩的老弱妇孺、查甫人啊、甲小朋友，留下来做什么？留下来做什么？你看看他在做什么？像奴隶一样嘛，每天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嘛，吃饭、睡觉、唱歌、跳舞都像那样，对吧？每天辛苦工作，吃饭、睡觉、唱歌、跳舞，把你当奴隶来用了，奴隶了。这就是部落啊，啊，部落最后就是这样子啊。过去那个弄台嘛，啊，但是你要管这群人，你都要做什么代志？跟通敌对吧？通敌要做几件事情，什么事情？部落战争在征服对方后的统治手段是什么？宗教、语言、姓氏，用宗教、语言，还有姓给你改。欸，你让我占赢了，以前吼，小台不是只有青菜台而已，他会把他们拜神拿出来，把对方的神也拿出来，要台进一个教战。我举个例子，我如果是埃及人，我拜尼罗河神嘛，口虚啊，是神嘛，拿出来，要小台进一个拿来，我们的心更大，会帮助我们打赢。啊，另外一个 cobra 眼镜蛇，哦，眼镜蛇怎么样讲？啊，我讲这就本事啊，本事精哦，来啊，铁仔，啊，两个相拍，啊，拍一个赢了，啊，比如说本事精，你得做拜去啊，我就不准你再拜本事精了嘛，对不？表示你们神比较傲嘛，全部毁掉，所有符号拢个未使够存在，未使讲你即马叫我。讲迄老弱妇孺，袂使阁拜你过去的神呢。你若阁拜过去的神，伊就知影讲，哦，我甲你无同款呢。有一天我的酝酿，我的实力，有一天阁甲你跑，对不？所以你的神头一个拢来消灭。啊，第二个啥？语言，我袂使讲你的母语嘛。啊，我你讲不同的语言会起反叛之心嘛。你的姓嘛，袂使阁维持原来的姓嘛。你原来的姓氏不能再有了嘛。所以一定会做这三件事情。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剩下的人，和你老命，但是你剩的这三项都要无去，迄就是过去台湾人做的代志，还知无？咱即马拜的宗教是中国来的宗教嘛？你讲的语言是中国来，包括台语嘛是哦。你不要以为台语是本地哦，伊嘛是为中国来，跟咱家西班牙语上面南州会，它产生一种新的语言，但是它的 basic structure 还是。都中国遐来啊，啊个啥姓氏嘛？你的姓拢唔是你即卖家己本地的姓咧。咱较早伫只生团几啊万年，咱的姓唔是安尼咧。你等下听我豆豆讲吼。哦，啊，这回战争以后产生大量的资源回收人，我都简称这个无头人叫做 Armen。无头的人都是你无效忠的对象，过去你效忠你的部落嘛，啊，你即卖无啊嘛，因为你变做资源回收 recycle man， 迄头给用剁掉啦。你即卖都换效忠对象啊。你嘛没效忠，因为你都制造生产，然后我嘛无管你被效忠下，你不重要，你是奴隶嘛，你有做代志，你被管效忠这个代志，你做诶。当兵的不是奴隶呢，你要是公民，照他的资格，要有这 privilege 叫做特权，可以去当兵呢。哦，这不是奴隶可以做的事情哦。头颈剁开哈，自古以来是有生存战争，你有看过一根超人吗？唔捌看过哈。你看过这种超人，不看过这种无头的超人，我来抓出来给你看，一个无头超人，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奴隶可以就用，很强壮哦，很有效率哦，可能很聪明哦，但是你是无头，所以你上面叫做资源回收人，就是你没有头，没有效忠对象，可是效率很好，那叫做资源回收人。我慢慢再讲到这哦，来，为什么要给你教这？过去你都无头了，你们都是奴隶嘛。你不知道要效忠谁嘛？哦，大家都不意见哦。我来讲，因为以后你们要去统治人，你进来民政，我就是要当官嘛。当官就是要统治百姓嘛。啊，你如果人不会分类，你每天在 confuse 里面 ，complicate situation， 在很复杂的情况里面，你不会分析啊。我先跟你讲，人有几种，你听我讲，你就知哈。我分人的方法是根据他行为的主宰者。比如说下卡这顶叫做像动物一样的人，他管的无头的，啊上管是有头的，啊人口比例占40%纯肉体，下面更多是无按照肉体，都、就是以按照动物生存本能，比如说生存保足本能感官这款代志来决定伊的行为。譬如讲啦，动物呢腰吼就歹对吧？
啊，你企鹅拜就乖啊，对吧？啊，动物又分为几种嘛？有一种美苏改，那个动物吼，比如说狼狗跟普通的狗交配，啊，佮狼狗的本性，对吧？迄款你个主人个饲，啊，你啊挖挖，伊伫食迄阵，你手靠近它，你会被它咬，佮夹落去，对吧？因为野性啊，佮没有驯服嘛，它就是动物嘛，伊无管你是主人，但是它驯服的路来以驯服的程度来划分嘛，最后。看后也懂不得行，哎，左手拿起来，右手拿起来，坐下，摇摇尾巴，哦，那种就是经过驯服，透过食物来控制它，还在哈。啊，这款过去高雄也有真少年啊，哈，提武士刀啊，暗时啊，徛刀摆规定哦，啊，看到人个剁下筋，啊，筋才个裂个，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知道，爽。啊，讲这款话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它背后的意思哦。一头是跟动物一样嘛，当他那个 nature impulse 就是他本能的那种残虐、残杀的本性跑出来的时候，他不能控制的，他一定要去抒压呢。他的抒压就是挑逗外给阳台啊。阿内蒙伊为什么他不知道啊？他就这样爽啊，所以他就跟动物一样嘛，是不是？过去台湾人嘛，像呢，他找大家这边怎啊？阿无就做饭哪只？阿去学跳舞边怎啊？去画图就怎啊？阿无就做饭哪只？这句话就是跟动物一样，因为他评估一个东西的价值是根据他可不可以拿当作饭来吃，动物才会这样子嘛。所以你拿好的东西，比如说酸椒啦，那些珍珠啊，个坑，哎，地听的，哎，酸椒，而且跟贵重的珠宝嘛，足贵的呢。一点叫第一个坑落去，第二倒转来给你宽头，给你夹呢，对吗？对不？伊唔知这是想讲你给你坑要个怕呢。但是唔知这物件价值嘛，所以这款好的法律，甲台湾人讲，伊那产低也都等于甲咱讲，因为他不晓得这东西的价值嘛。你评估事情的价值，根据他可不可以吃来决定嘛。啊，那不都做本来讲就不会差呗。哦，这是动物哦。你不要以为这款动物的人无钱哦，迄可能就好个哦，可能住地堡哦，可能塞下塞个兰博基尼哦，然后有私人的飞机哦。但是卖馊水油给你吃，对不对？你都不知道我在讲啥人了。伊为着要赚野钱，野海西洋，伊无要插你诶，他就跟动物一样嘛。可他赚很多钱，可他行为的指导原则都跟动物一样嘛。他只为了生存，不管人家死活嘛，伊要赚钱啊，就落去。都这款诶，啊，你冇可能有逃，但是就散诶。比如说传教士外国来台湾啊，去乐生疗养院啊，规家伙啊来传，无带囝白人哦，啊来台湾啊，也下说在泰国啊，泰国就生麻风病迄款，啊每一工人换药啊，哦破工啊个饲啊些，规世人都在遐呢，啊想怎做这，你袂感觉足奇怪？啊以吃饭的生活就是最起码的呢，他愿意离开他本来很高级的那种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准，来个这款。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台湾，哎，热身疗养院狗油啊，因为他有效忠对象嘛，他效忠他的主子是谁？上帝嘛，啊、上帝叫他来，他就来嘛，上帝叫他卖来，他就袂使来嘛，他只管一个人，就最大的，有些头叫他做啥，他就做啥，伊可能散嘛，因为决定他的行为不是按照生活的优渥嘛，啊，不是家亲嘛，他不在乎嘛，他有头嘛，所以。你头哪都留后的产传教士啊，都留拜传回教国嘛。最近不是讲砍头诶，对吧？因为信仰的宗教叫一台狼，伊就一台狼啊。过去整个中国都嘛习惯咧，对不？中国党中央宣布一件事，规人走去台啊，对吧？韩战唔多些咧，规定人都走来台啊。他不需要生活条件呐、啊，所以有习惯咧。啊，中间是啥？也是根据。爱国、荣誉、爱情、亲情，你们党工这些有效忠对象好不好？尽管人哈，他对于事情的对错有绝对的标准，但基地人没有，而且所有东西相对的，是非对错是不是 absolute， 不是绝对，是相对的。来，国共越下面的越 physical， 接近人的 physical 就是肉体，相对肉体的，啊，较关键 subjective 开始有主观意识。就是我是谁啊？你看，动物越低级的没有主观意识，是不是？越高级的动物，想讲家己是人，对不对？你们家养的比较好的、比较聪明的动物，就开始有 self conscious， 就会知道自己的存在跟主人之间的互动嘛。越高级的动物了，
啊，路来慢慢就进入什么 objective， 越 fully developed， 越 fully developed 那种越开发的开发好的完全的社会，它是越接近客观，它会处理公共事务，它是先进的社会，但是它没有效忠对象哦。你可以香港、像日本、像美国嘛是哦，美国大部分都是没头的人哦。我待会再慢慢解释更多哈、哦。那可能是诺贝尔奖得主哦，可能首富哦，但是他对事情的东西的对错，比如说 depends， 端看当时的情况来决定事情的对错。但是像最上面的人是有绝对的标准，下面是丢，下面丢，所以他来的民进会人都是有绝对标准的。你没有按照法律走，你就是错。没有说法律按照当时的情况来决定，不是这样子。还在哦，我越讲越清楚哈、哦。来，暂时不讲那么多。对吧 ？Maroon Five， 少年人最近就要唱的歌啦，排行榜前十名的歌啊，你随便抓一条歌下来看，你知道，它叫 Animals。Baby, I'm pr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t you alive, just like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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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animals. 你看他的 MV 也更糟糕，血淋淋的，就是诉求人的本性嘛。我来讲哦，外面的市场哦，市场在卖物件，你无看诶 ，Nike 广告 ，Just do it， 有没有 ？Just do it 是什么？你个走起啊，不管人家什么 ，Just do it， 都是些艺术啊。诉诸你的 heart， 诉诸你的 feeling， 当你的 impulse 来的时候，赶快去做。欸、这就是卖东西的人希望你做的事情，你不要 think it over， 你不要想太多，你看到要赶快买下来，对不对？来，这个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为什么我会讲这一段话哈？来，这是叫做《窈窕淑女》一部电影里面的对话，还有一个 Dr. Higgins， 他是一个教授，语言学教授啊，有一个茶花女，她是奥黛丽·赫本演的，她底下裸冰底白灰啦，就熟的，因为是社会的底层的人哦，啊，再去是去市场去讲 Q A 花啊，摕来卖，啊，主要是要分钱啦，哦，就可怜的嘛。啊，这教授看到伊，你要讲，两个教授在那边打赌说，我，你只要来这边一个月哈，我也改你改几个月，我也改变你恭维的方式，你讲话的内容，你马上可以从一般路边的卖花女，进到高级上流社会去，那种花店的女主人，经常交往对象都是。上流分子，只是改变他的讲话方式哦，所以他就去去这个高手 Dr. Higgins 来的，去学讲话，去学安那讲话。啊，结果因老爸知影，因老爸嘛是流浪汉。哦，阮查某囝即马啊大汉啦吼，恁这教授有兴趣啊吼，特别来投资。你看，很坏的老爸对吧？所以其中另外一个教授，那 Pickering 就讲对话是这样的哈。Higgins 说 ：“You mean to say you sell your daughter for £50？ 你要为£50就可以卖掉你的女儿吗？”然后那个 Pickering 就讲 ：“Have you no moral, man？ 就是你难道没有道德吗？你怎么这样呢？”啊，最后 Doolittle 就是这个奥黛丽·赫本演的爸爸，就讲一句话说 ：“No, no, no, no. I can't afford them, Governor. Neither could you if you was as poor as me.”你如果跟我一样穷的话 ，you cannot afford， 就是说你也负担不起道德这件事情。哦，这句话就有点有趣哦。我跟你讲哈、哦，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最近有一个医生哈、哦，要升到院长了，台北市我的好朋友，其实我一年多以前就跟他讲民政府的话哩。最近有个拄到伊，我跟问讲，哎，啊怎么样？那如何？啊为什么一年都没有？他、啊、说，徐老师啊，啊饶了我好了。我只干了是一个医生尔啦，哦，就是赚钱嘛，生活嘛，都是闲话嘛。哎，这句话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哦。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管事情对错，今日下面人来搞灌拢好，只要我有本钱，只要我有钱，他谈得好啊。不管是非对错，都是没有头的人嘛，对不对？还在哈、哦？来，我要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在座各位、哦、认为自由幸福快乐是你一生追求的目标，这样给他听。我一生的追求自由幸福快乐啦，不要客气啊！你觉得对就举手，好，请放下啊！觉得不对的请举手。干嘛怪怪啊？那不对，那么、哦、大家都同意哦、啊，那完蛋了嘞！你们都错了，严重的错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徐老师为什么这样错？我来讲，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
副产品叫做 byproduct， 就是在你做对的事情之后，它附带衍生出来的感觉。哦，仔细听哦。如果有医生，有一个医生啊，哈，他说我以赚钱为目的，这款医生你敢去看？不敢吧，对不对？这什么医生啊？惊啊惊死！但是如果有医生说我要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务，我要救病人，这是我的首要目标。因为安呢，所以伊的病人就多，因为伊的病人就多，所以赚足多钱。这样合不合理？对嘛？因为他的目标设对，这是伴随而来的副产品嘛。后有钱是副产品嘛？如果有赚钱是主要目的的时候，这样完蛋了。我请问，你这医生也没赚钱，你不要做医生不？啊，这不对的嘛，对不对？你是为了什么来当医生的？是为了赚钱吗？赚钱变成你的手段，不是当医生变成你的手段嘛？你做下面代志拢做得出来嘛？我想到被改天工作哈，我举个例子，再讲一个女生哈。况且结扎包说：“哎呀，这个好像可以给我带来自由幸福快乐，我就嫁给他。”过不到几个月啊，大草包一个，没有希望，撩脸 Q 杠，离婚，再换一个。啊，又这个又不行，再换一个。啊，你干掉，不对嘛？这种婚姻结构不对嘛？照理说，你喜欢这个人，你爱这个人，就跟他结婚，两个人胼手知足，克服所有的困难，建构一个好的家庭，然后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或几个孩子，然后爸爸做爸爸该做的事情，妈妈做妈妈该做的事情，小孩子做小孩子该。好好念书，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煮一顿丰盛的晚餐，大家坐在一起享受什么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对不对？它是一种感觉嘛。要不然我问你，什么叫自由？你有没有花钱的自由？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有花钱的自由？1000万一个月够不够？1亿够不够？顶薪每个月赚好几亿了，对不对？这是一种感觉嘛。没有真正的什么叫自由啦，那是一种感觉。你可以很穷，但是你也很自由，它是一种感觉。好，我跟你讲，你如果追求感觉是你人生目标的话，你嗑药最快的啦。你嗑药吗？马上接下去4-5个小时你都快乐啊，你有那个感觉，马上让你觉得自由、幸福、快乐，何必那么辛苦去 work on whole life？ 为什么要一生那么辛苦的工作？所以台湾人贵气就是这样，我只要得到我要的感觉，我不管过程啊，在上面狗屁倒灶，上面毒药弄。提示命讲，会当卖互你食，你嘛照常做嘞。你若一个不是哈，你如果知道这个原则的话，你做代志袂安尼啦，袂乱出做，袂胡白做，不乏手段达到你的目的了，不择手段。过去台湾人都是安尼啊，下人搞惯拢好啦，会好饭好食都最重要啦。迄个台湾人嘛，像动物一样，谁可以给我饭吃，我就跟谁嘛。我管你是流氓还是强盗。对吧？你没有头，无胆气，跟动物一样嘛。所以阿强啊，对于你台湾人就简单咧，我放利多给你，你就拢照来啊。台湾人不管对错呢，不管你到底是谁生的呢，不管你真的法理地位都不管的，只要有饭吃，拢喝水呢，就产生今麦社会嘛。啊，你来拢唔是嘛？因为你对法理认真嘛，你对是非对错要分明嘛。下面再是真正台湾人的身份地位，我要创个警策嘛。我一嘴，我现在在这冲向，我要往哪里去嘛？这是大灾问啊！过去台湾人没问，现在没问啊！要把它搞清楚啊！搞清楚你活着才有意义啊！不然白活的，你过去怎么活下来的？活到今天，好家在嘛，整个法理出来了嘛，你撑起来嘛。所以秘书长讲，你赶快照一张相嘛。来上完课了，把机会金起来嘛。不用金啦，你跟看那隔壁来上课，穿西装打领带那群人，你就知啊。就比你们那个叫做 focus， 而且有 direction， 有方向感，很清楚。你再回去看世界上的事情，看国内那些政治的新闻，那看白了，开的啦，眼界开了，开阔的啊。啊，再看我吧，看得懂举手，啊，看不懂举手，那没人举手，看不懂的人请举手。好，请放下啊！没有举手就表示他看得懂，我要问问题哦，好不好？看五百的牙就不用那么用力看啊，看得懂，静静一看就看懂了啦。你讲咧，哇，要找物件，无物件你找，我跟你讲，找不到任何东西。再问一次，看不懂请举手。哦，啊，你这样比较像话。哎，小姐，你看得懂啊？问你，为什么要互动？你知道吗？就是好人参与啦，啊，不然 detachment 就是。跟 speaker 是有一个距离啊，这个看得懂吗？这看我，哎，
哎、欸，毕加索，你不要去读东西。好啊啊，你讲毕加索好啊啊，你有看有啊？看不懂举手，这样好不好？问看不懂的人请举手。还有人看不懂啊？你不是看得懂吗？一二三，三个人看不懂，我问看不懂的哦，看懂我就不问哦。那阿嬷都在点头，表示他看得懂哦。你看不懂，好，我问你，你来这里画飞机大炮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画飞机大炮？这个打不出来吗？他是画飞机大炮吗？战争武器吗？不是嘛，对不对？飞坦克车不是嘛？他画什么？哦，画人啊，杂不啊，杂不？杂不？美我不知道啦，画女生对吧？啊，贵人，啊，你个看屋，你们看得懂吗？怎么会说看不懂？看得懂吗？你知道他是画人，不是画飞机大炮，又知道画五人，对不对？又画女生，性别也看出来，就是你看得懂了，还在吗？好，下一张啊，你们看得懂吗？这个就看得懂了，这没人看不来呀，是吗？我说你们看不懂，他在做什么？啊，不是嘛？你们都看不懂嘛？还圣母，国个还圣母，那鬼神鬼龙腾腾腾，嘛拜到哎。他是维纳斯在上大号啦，你讲，您讲，您看有诶，结果您看无，啊，您讲看无，结果你看有，你们是怎么回事？台湾人间呐，是什么状况？这个你看不懂嘛？你不晓得他在做什么，你哪讲看有，对不对？所以你的认知有问题嘛？我跟你讲，这是立体画派，1907年，八国已经你阿公阿妈做为多，你看无，你看你的艺术欣赏水准是不是退后好几百年？挺见笑呢，但是我改讲，挺简单，一下就解决了。这是不是麦克风？这样是不是麦克风？啊，这是不是麦克风？都是嘛，这样也是啊。哦，不管哪个角度看呢、啊，所以你看一个东西是只有这样看，不一定嘛。阿内孔瓦麦塞，阿内孔，阿内孔瓦麦塞，对吧？说这就叫立体画派，就是同一个东西，时间固定，观察的角度不一样，放在同一个位置，就变成叫立体画派。所以他鼻子对家看，把就对家看，从不同的 direction 看同一个东西，立体画派。啊，第一章的话很复杂，对吧？更多啊、哦，好啦，这叫做单点透视，就跪起来去修嘛，照相从一个角度看过去，不要移动你的参考点。第二个这是什么？那怎样啊、哦？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东西，啊，过来很多角度来看同一个东西，就是从单一观点到多种观点，那这样啊、哦、啊，不管哪一个观点，它有一个概念叫什么 ？consistent。都是有一致性。看这个，哎，你们觉得这像抽象画吗？我们刚才看那个算不算抽象画？我跟你讲，不是抽象画。为什么？它还是具象，只是不同观点。抽象画像这种，就是 you have no reference to the real world out there。你画的内容不参考到真实世界的任何东西，这叫抽象画。但是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但是你把一幅画里面都要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你如果是单视点，就是单视点观点。那如果是这种的话，就一下跳单点，一下太多点，弄跳来跳去，这不对啊，那没有一致性。OK， 再下一个 ，law， 合作股法则。我今天花多一点时间讲什么叫法则。法则就是放诸宇宙世界各个宇宙各个地方都准的道理，叫法则。啊 ，it's often used to refer to universal principles that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thing。比如说啦，什么叫法则？万有引力是法则啊，地心引力，不管你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一样。只要你活在地球上，都要接受地心引力的限制，对吧？啊，你如果建筑法规写的法规里面没有考虑地心引力，会怎么样？你处 Kiki 也斗气，对吧？因为你没考虑地心法力嘛。所以，当大自人要活在大自然这个里面，就要遵守大自然的法则。你如果违抗它，是谁倒霉？人倒霉嘛，不会大自然倒霉嘛？因为大自然的法则是运行不会改变的嘛，叫做 Hozoku。比如说男有人类是有男有女，你的法律就考虑有男有女这件事情。人类被生一团要延续后代，所以你的人民事法里面要考虑保护家庭、保护结婚这件事情。你结婚要有合约，要让人家不容易离婚，才能生一团后代嘛。男女要定义清楚嘛，不是乱输来的，因为人是活在大自然里面，我们受限于大自然法则，我们要尊重大自然法则，违反人性的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那就危险，会造成人类浩劫跟伤害。大自然法，我们讲的所谓的，咱即卖讲法律对吧？你来民进屋是学法理，你们第一次听到有国际法、战争法，对不对？这个法律的基础就是自然法则，哦 ，natural law，law of nation 的 base foundation 就是 natural law， 就大自然法则是基于这个建构起来的。还在哈，我本来今天要讲很深，后来发觉我是看你们的反应来决定要讲多少。consistency， 一个形式系统里面不蕴含矛盾。我今天请西装打领带来这边上课，我左手穿皮鞋嘛，就正常嘛。啊，我右脚穿高跟鞋怎么样？你们跟这两打个拜也对不对？就是我这个服装穿着系统里面出了问题，有一个不一致的地方嘛，还这样，这叫 inconsistency， 不一致。所以，那基本上我的中华民国系统、流亡政府的系统，叠华靠对不对？啊，怎么会存在一个 TCG 台湾民政府的系统？这已经产生矛盾了嘛，对不对？已经产生矛盾，就是我跟你讲，在法院里面，你只要证明对方的论述中有矛盾的地方，他就斗啊嘞。整个法庭里面就证明过你的证据跟你的论述有没有一致，你的论述内容有没有一致。你只要指出对方不一致的地方，你就赢了胜诉了。咱今晚的够逼得够真嘞。你搞见面想要叫我去被撸去，你搞见面想要叫我去做兵，你搞见面想要改外语言。啊，你不是美国，不是大国，你不是说你的宪法跟你的条约是等同一致，是同一位阶吗？啊，现在你不去遵守，我们就在法庭里面证明美国它的 law 在执行面上发生的矛盾现象。你证明出来之后，你的 door 嘛，不是 door， 判谁判谁？我今天错了，抱歉，我忘记关机，这是我的错，改天回去嘞。OK。现在知道了，一个证明你没办法证明你的一致性，立的，所以美国点起啊，对吧？他法院判决的结果就说：吼，阿基马奇离台湾人生活在政治利益中，没有国籍，所以其他美国的一致性不是只有法院哦，他还有什么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虽然独立，可是要有一致性，所以行政跟立法要配合。所以，于是他们的行政部门就帮我们成立什么台湾民政府，对吧？他们的军方组织就帮我们成立台湾民政府，按照战争，它回归到法理层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哦，这个字叫 integrity，integrity 是什么？就是表里一致、完整 integrity。一个村内底哈，你要做偌大哈，你不可以不同标准。比如说你讲桥台机，加一个一套标准，招保镖搁另外一套标准，这会怎么样？人会对你呛声啊，讲你这是要丢肉呢？你哪样呢？村长你哪会使呢？下骹会甲你呛声，会叫你下来换人，对吧？美国你要当老大，美国你也要一样。你既然讲国际法，你要讲战争法，你就要一致啊。你不可以在回教那边这样子宣称，在克里米亚这样宣称，跑到亚洲来你就不这样讲。放在台湾身上就不管用，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阿杰公 ，integrity 这个字哈，你们可能不晓得那个意思。你从它的相反词来看是什么意思 ？integrity 叫做完整哦，人格完整、表里一致。那它的反面、相反词是什么？叫做伪善 （hypocrite）， 伪善者。你讲一套，你但是你实际上另外一套，跟你所宣称的不一样，叫做伪善者。在美国这是骂人的话哦，说你这个人 hypocrite， 那就很严重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讲这件事情了。什么叫 integrity？ 美国你这个国家国格有没有一致性？我们来挑战这个啊。所以美国一定势必会来完整这个，他维持他老大，维持这个他所宣称的宪法跟国际法跟战争法是同一个位阶，你就要这样做啊。旧金山合约是国际签的条约，他一定要遵守。还在哈，今天会就讲了这些。再来观点改变，这过去的台湾本来是部落形式，咱台湾人生通一个土地四万年以后，咱承诺有大都王国过来，15、16世纪一阵，西班牙、荷兰人几百，为什么一当几百？过去奈无，过去人类航海技术不遐好嘛，无得走遐远嘛。15世纪开始，因咧西方国家开始做船，会当走足远诶，走到亚洲来，啊，为什么走来？要当掠夺者，要抢物件啦。那就是殖民时代的开始嘛，较强的国家特别去弱的国家去甲抢物件嘛，掠夺资源。
我们给那个字叫 predator， 掠夺者，叫做 predator， p r e d a t o r， predator 就是掠夺者，被人抢物件了。啊，这个公告半天啊，什么叫掠夺者？就是男生对女生有性需求，但是不要跟她结婚，对她予取予求了。就过去殖民者对殖民地做的事情都这样，我尽量消耗你的资源啊，到老了不要丢掉，但是不负任何责任。哦，啊，这些掠夺者里面有比大声的哦，因为他们自己会抢这个台湾界的所在，越来越好啊，对吧？啊，大清就打败西班牙、荷兰，搞不要讲大日本帝国退去啊，对吧？但是退来一开始殖民，但是他的目的不一样哦。为什么？从他的动作就知道，哎，今天没跟你结婚的哦。为什么？他就五十年治理台湾嘛，改变好好的建设台湾嘛，就好像对一个女生送你礼物嘛，把你打扮得很漂亮嘛，啊，最后娶娶进门嘛。他什么时候做这个结婚的动作？1945年4月1号宣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这就是结婚的动作了。皇民化就是结婚的动作了。在台湾建设一块门槛，你不会在殖民地做下来建设的啦，你不会改人家姓氏语言。最后，因为他之前有一个例子嘛，北海道爱奴族这样的处理嘛，接下去他也要，他也知道台湾很重要啊，伊那铁头丘头，伊得想办法给建设啊，阿白最后去抓着一门嘛。所以这时候台湾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永久性的系统改变。过去很多系统进来 ，paradigm 就是不同的系统，比如说那些民地的殖民者几百都是不同的系统进来嘛，西班牙、荷兰带进来的系统，大清帝国带他的系统，语言、姓氏、宗教几百嘛，但是以暂时性的，一波金将被对立后啊，怎么证明？过去美国跟中国呛干，哎、欸，你那个岛上的人民把我搞外军队的人拢抬掉呢？日本嘛，现在跟大清帝国抗议啊，给予付钱啊，啊，大清帝国讲法与不法由贵国之裁之，他们都是化外之人，不归我管。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不想负责任嘛？伊是殖民地嘛？伊那是你的国家国民，你就要负责了，对吧？你要外国人在北京去抬人，你当然你就要赔款了，你割地赔款了，对吧？但是台湾伊无被负责啊，表示伊唔是你唔是伊的人嘛？你是殖民地嘛？啊，这样还不够清楚吗？啊，所以但是有的台湾人就讲，哎、欸，唔对呢？啊，你讲系统永远改变啊，起码相当是中国人甲咱管。很简单嘛，因为二战的时候咱打败了，咱叫美国打败了，咱大日本帝国叫美国打败嘛。他打败以后，他居然很坏哦，他过去给你糟蹋一些杂布，给叫倒转来，给你搁糟蹋一届，再糟蹋一次，当然外国人呢，啊，今嘛法律出来对不？被公公造对吧？法理出来了，这六万难民都在造啊，你不是我的正式的丈夫啊，你凭什么在这边管？你都在造对不？但是在台湾人黑心嘛，要去邀不爱回造一下，很奇怪呢吼。我给他一个名字叫愚虐，观点不愿意改变，产生所谓的愚虐。对过去的国民都是黑洞得到好处的人啊，没见回造啊啦，安尼啊，怎样吼？来，今天时间不多，我讲多一个。今天是讲台湾史节嘛，我想要被讲历史，因为你过去你受到的教育拢是这黑洞来的，给你改。你没办法证明这系统是对还错，除非你跳出这系统。所以我告诉你怎么样去看待历史，任何的历史都代表着一种观点，叫做 point of view。哦，你不管任何人，我跟你说得简单啦。你我有谁在写历史不？有人写历史不？没嘛，你顶多写个人日记嘛，你顶多写公司的严格史嘛，你顶多写学校的校史嘛，顶多到这个层次啊。国家的史是由执政掌权者的下来了，但是你一旦写下去就是一个观点嘛，你要 consistent， 你要一致嘛，要同样一个观点去看待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问题来了，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男生有男生的观点，女生有女生的观点，对不对？每个人都关问谁的观点重要啊？北美有印第安人的观点，北美有白人的观点，谁的观点重要啊？强者的观点嘛，是吧？所以北美是不是以印第安的观点来建构北美史？不是嘛？北人的观点嘛，对吧？啊，你男生女生因为为了观点的问题，第一天结婚的时候，当天晚上就可以吵架，你知道吗？男生坐在餐桌前面，太太煮好菜放到餐桌上，他那个先生说：“哎，朱后啊，跟来家，
大家说无啦无啦，我继续搁炒啦，你先吃啦。先生无啦，阮到煮细汉拢是大家到齐了以后开动吃饭呐。啊，先生那边呢？哦，太太讲，阮到做生意无在条安尼啦，我先煮，你就先吃啦，这样就可以吵架呢。为什么？每个人把从小到大带来的观点带到结婚里面、婚姻里面，对吧？啊，就强蹦，就产生冲突嘛。啊，冲突之后就要怎么样？要吵架，吵架就要协调。最后谁的观点比较重要？谁爱谁多，谁就让多一点嘛，对不对？就按照对方的观点嘛。你要回去用这个来检视你的关系。我不要制造你们家庭问题啦，但是这最后糟糕，如果观点没有形成的时候，最后会怎么样？离婚收场哦。那算小事哎，严重的国家跟国家如果观点不同，不是离婚哎，打仗开狼了呢。观点国跟国之间观点不同会产生战争，战争就是杀人的呢，西洋呢，不是离婚收场呢，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现在在讲国家观点，没有在讲个人的呢。现在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所以观点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选择，选择之后会产生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哦。不过两极概，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你的选择，选择之后产生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哦。没有开玩笑呢。所以现在观点就要改变了，你不可能再用过去共为观点来检视我们民政府的东西啊。所以我让你们跳出来嘛。过去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给你的观点都有问题啊。我举个例子，我直接告诉你说啊，二百四十几万人不算什么啦，有没有？过去最近有一个教授在那讲啊，对不对？啊，当然不对啊，四个是阮台湾人诶，台是恁诶，支那人诶，啊，想到这个死十几万人不算什么，没有错啦，在你们中国死十几万、几百万都不算什么，因为本来就死真侪人，在中国吼，一将功成万骨枯啦。改朝换代都死一大堆人了，他宁可错杀一万，也不要放走一个了。这是中国的哲学了。啊，在台湾不是啊，过去那在无偌济人啊，对不对？啊，每一人这日本时代叫架构啊好势，日本人做户籍，比谁下人上谁立，能记录的清清楚楚，不能少一个人。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以前总督在统治台湾，说台湾人做唔到代志，叫人去关，别要超过两礼拜的啦。你知道为什么吗？理由是什么？他、啊、不是他以后心呢，不是这样呢。后面有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人民是天皇的财产啊，啊你总督只是一个管家啦，管家没有资格对主人的财产做处置、啊、是这个意思啊。是因为这样的原则才产生你们这些 benefit 那些好处啊，你知道吗？那种跟统治者的关系不一样，会产生这种应用上的不一样。啊，然一般人民不知道，你们现在不要变成统治阶级，你们要知道这种概念，换了位置一定要换脑袋，还在哈。再来 ，motives， 过去嘛是安尼啊。你讲二百无算啥啊，二八还给你放假，颠覆对台湾啊。所以问到你那吼，二八我跟你讲啊，你老一出来，咱看一些纪录片啊，咱回顾一下啊，纪念咱台湾的受难日。不爱啦，我跟同学约好要出去看电影，你们弄啥卡拉 OK 呢？明天放假，大家本来快快乐乐，你搞得这么乌烟瘴气干什么？哦，来嗨呀！因为那些小孩子已经接受支那观点了，回过来看这件事情，一批支那人的脑袋了。外公在锦旗上哦，你一代二爸去用台戏，第二代去做兵，俩去做兵，第三代去受他的教育，你去的你这族去用灭掉了，台湾人这族已经用灭掉了，就凄惨了。这不是小事情，你们可以这样看的哈。motive， 我今天待会会讲一清哈。motive 就窃据台湾的动机。切记什么？更改敢公开了血，不被攻旧金山合约，都、就是被改来淘汰嘛？这是动机嘛？影响他的史观嘛？影响他的史观，他写出来历史就不跟你 touch 到这个英雄。再来，当下利益更改公哦，咱今嘛要打中国，要打台湾了，咱都要用钱去买物件。结果保护台湾不是他们呢，保护台湾是美国第七舰队呢。凭这奥兵啊，一共会跟中国修吧？这样变嘞？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真正保护台湾是法理保护台湾，是美国第七舰队保护台湾，跟这个流亡难民在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还在吗？可是他因为这种说法，造成台湾人心甘情愿去买武器，戆啊，被他玩死了。来，今天就是帮助台湾人对支那系统里面走出来，怎么走出来啊？你们在系统里面呢？来，我就慢慢讲，我们诉诸于理性。
这四张图里面哪一个最容易看透视？透视你知道吗 ？Perspective， 你怎么看透视？这里面哪一张最清楚？我马上问哦。认为这一张请举手。看透视看个清楚啊？认为这张请举手。啊，认为这张的请举手。啊，有人举手。啊，认为这张举手。当然这张才对啊，这张绝对错啊。三个一样大，怎么看透视？透视的意思就是离你越近越大，离你越远越小，才可以让到远近中嘛，才分得出来嘛，你才可以看透。你在建筑里面画透视图，一定要有这种观念啊。你没有这个观念的话 ，confuse， 这几杯做寡短身。如果靠近你的话，做一下短身，这个我跟你讲，两公尺高了，你知道吗？以这个距离来看，变成两公尺高了。所以就看不清楚。那为什么我要跟你说这图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怎么看历史，人家怎么扭曲历史？过去国民党用历史的去给，有一部分的历史画的大嘛，不好好处理这历史上的问题嘛。啊，有些特定的历史是日本怎么建设台湾不爱共嘛，并且角色偏啊，所以我们就 confuse， 这是一种方法。来，不要讲太多，在法院里面讲求证据，但是证据很多啊。比如说一千个证据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要分类，对不对？一千个分类里面什么假的证据全部打，对不对？不用考虑，叫 X。在对的证据里面要分类，分 A 级、B 级、C 级、D 级。第一级是科学证，越上面越客观，越下面越主观。主观的话，每个作证的人都有他的观点，没准嘛。但是如果是客观的东西，比如弹道去研究，那就很客观的嘛，那不跟谁的观点没有用嘛？还在哈 ，A 级叫什么科学证据，第二级叫历史文献，第三叫文字记载，第四叫推论假说。接近客观是什么？比如什么？什么叫接近客观？基本的逻辑推理，比如说进化论，有没有进化论这件事情？外公没了，那是一个论点。为什么？你挖到的考古的东西都是点点点，在某一个特定的点有这种动物，比如说长颈鹿，你光脖子拉到那么长，是因为时间来的。那请问你有没有找到一半长度的长颈鹿的化石？找不到啊，你又没出来啊，你就直接跳嘛，是不是？你说人是猴子变，那介于中间的产物是什么？没有啊，你只是推论嘛，点点点把它拉成一条线嘛，这在逻辑上你就不合理啊，它有大的缺陷的，所以它永远到现在都叫论，它不是一个真理，它不是一个 proven。第二个，物理性质，碳十四半衰期五万年有限。比如说我家后院挖到一柱石，我讲这里细板已经叠加在考古学里面很重要的文献，钦差公公，现在有一个仪器，你把它送到里面，碳十四半衰期就可以是准确的测出它的年代，不是随便你讲说这是木乃伊就木乃伊哦。啊，第二个一样，化学性质氧化嘛，问到我又挖到一把刀子，我讲这几万年前在那边买的土那个高沙族的使用的刀子。紧干的嘛，什么时候做好氧化到现在？干嘛要这？干嘛要顾生嘛？生得出来嘛？啊，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DNA， 基本上因为科学研究关系，你用一个棉花棒在口腔里面刮一下，你有在哪里像 C 啦，你不用再讲说我是谁生的 ，DNA 最准的，啊，这个速度很快，两天就出来了，你的那个基因排序就出来了。啊，对啊，历史文献，什么叫历史文献？我跟你讲哦，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结婚。你要让两个人同意一起在结婚证书上面签字，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哦，叉叉脑脑跪下当，对吧？那我问你，要46个国家同意一起签字在同一个文件上，是不是更难？当然更难啊，46个国家呢，旧金山合约就46个国家签的，那么多国家，大家要坐船那些贼尊那些这个到一个同意要签一个字下去，多难啊！国家里面有多少人有不同意见，到最后整合之后才能签这个，最后才真的把二战的日本的这个旧金山合约签下来呢。这当然比你这个证据可效性高多了。你开罗宣言是什么东西？宣言是讲宣称101是大楼是你的，你就变你的。一共1000字10000字马币并立，真正要成为你的，你要在真正101多少钱？150亿的啊，贴出来，没背啊啊，双方见证人紧一交了 ，title 那个。房地产的契约上面改做你的名字嘛，对，啊才证明这是你的嘛，啊那伯爵们啊文件出来都不是你的嘛，所以今天跟台湾有关系只有两个嘛，一个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嘛，第二个就是旧金山合约啊，我们当然是根据这两个来决定台湾真正的地位啊，你讲一村内都不好啊，啊你也刚宣言讲下多一顿啊，条约被更对，
宣言你都把它位阶拉这么高的时候，那条约不就上天了？条约才是真正决定台湾前途的东西。好，来，时间无遐济，我讲济，讲到 DNA。最近哦，国家地理杂志知道吗？哦，很有钱，对不对？他们做一个研究，因为当人哦在传宗接代的时候，我们会复制我们的染色体，所以我们的后代，你在怎样立像是，都是你的染色体是从北部下来嘛，对不对？那复制啊，复制的过程会产生误差，哦，会基因突变，偶尔啊，几代做越长，所以。国家地理杂志用这个倒追，倒追，追你的立体像，谁对都要揣，对都要来，就很清楚。全球、全世界做了70万个样本空间 ，sampling 样本70万是很大的。你要做台湾的研究，顶多几千个就做到不得了，很准确的嘞。你做到70万个，那个不得了嘞。70万个样本空间，把全世界的人口怎么分布，从哪里来就出来了，甚至于还推论最后所有的人类对都要来。所有的人，你看在哪？哎呀，所有人类最后从哪里来？非洲啊，就这个点啊，六万年前在非洲。现当今活在世界上、地球上存活的人，其实同之来一个祖先，都从非洲出来。6万年前，要不然徐老师你讲一个，我讲啦，我要怎样？我对都要来，我从哪里来？我台湾人对都要来，很简单。你看这有一个数字叫 M174，对家来哦，叫这 M174，有这数字哇。阿乌非洲往北走到南叶门哦，非洲南部和北部加南叶门，各个印度哦，阿在马来半岛爪哇，阿就来台湾，阿这是差不多4万年前，4万年前到台湾，阿过来去日本，哦过来朝鲜北部，阿就去所谓的中原地区，阿所谓中原地区就这人哦，唯物印度来的哦，有从这边上来的、哦、对不对？有中亚过来的，有欧洲过来的，有蒙古下来的。好几十种人招在家里，所以谁是杂种啊？谁是杂种？大杂种啊！我不是要给他羞辱，要真正啊！黑马不是中国，中国是政治语言。住在这块土地上，这么多种人底下，难道是杂种嘛？杂种嘛？还有阵韩国人讲，伊是中国人祖先，有讲唔对吧？中国人就去是啊，事实啊 ，DNA 证明啊。可是韩国人哪里去的？日本过去的啊？日本人哪里来的？为台湾给去的啊？所以中国人都在那摆嘞，不是咱甲中国人摆嘞，中国人是对咱台湾才过去的嘞。所以你台湾人来去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你就白做啊你啦。你台湾人呐，每几年呐去拜你的祖先，清明节去拜祖先，你就白做，白什么做？白你四万年以来的祖先嘞。你过去就是去用通敌，去用洗脑，想讲咱人对下来，结果不是嘛？怎么证明血裔嘛？这就是第一级证据嘛。科学证据，他不怕骗人，所以 Dr. Spencer 讲的一句话很有趣哦。他说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最伟大的历史故事课本是写在我们的血液里的，不再用骗的啦，不再用教科书给你洗脑啊，洗不来啦。血液抽出来就知道啦。所以咱国少做人，为什么在这边血液没有跟他换，相对是纯？为什么？因为没有跟人家外界互动，直到15、16世纪，才有各国的人招来咱台湾呢。之前在这边生一团，数万年呢，不是那个简单的数字呢，不是几千年的事情。中国会讲的，那李登辉讲台湾400年历史，胡说八道。台湾历史是4万年，不是400年，400年是4万年的1%啊。伊迄叫做支那历史。台湾人本想讲家己是支那人，那段历史，他把整个台湾历史切掉了，从400年前算起，哪是啊？4万年，血液里面供，那你血来的留在我们的血，亲属告诉你，那你谁嘛？不是那你谁啊？那是中国人的祖先，伊都要给咱拜，不是咱给拜，不要弄错了。讲到这吼，这都是台湾人的主体性。过去我们一直在寻寻觅觅，在找说台湾人到底谁？血液来对啦，就在你身上，就是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啦，不用再去寻寻觅觅，不用寻根啦，根在底下台湾啦。来继续讲，这时间点6万年前，这都有颜色嘛？这不是我做的图表哦，科学家做的哦。啊，这5万年，你看4万年到台湾家，啊过来2万年再到所谓的中原地区，很多人在那边混。杂种啊，所以我来讲，
全世界你哪跟我汉人，你把汉人 DNA 拿出来嘛，定义出来嘛，定义出来，然后我再去验血，光我岂不是汉人嘛？你根本定义不出来，因为没有汉人这个东西啊。你说是中国人纯种，你要去定义你的 DNA 啊。现在是讲求科学证据的时代，你把 DNA 拿出来嘛？你说有这种东西叫做中国人，没有嘛？你定义不出来，这是政治语言嘛？中国人写孙中山行宫碑啊，一共中国人嘛，来的包括汉满蒙跟回藏苗瑶啊，把跪下走的人的呀、啊。那什么叫中国人？那是叫政治语汇嘛。我在讲人种嘞，啊纯种嘞，台湾人嘞，因为真嘞。来，那触鼻啊，毛利人，那阵来玩，因为学生哦，哦，来人家参观那里玉器馆。啊，因拢有佩戴银杏菇毛玉器，啊，看到咱家的美术馆内底讲，哎、欸，啊那跟阮阿嬷活还同款，对吧？啊，这科学家的研究啊，很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从库克群岛、波西尼亚地区的来源，甚至科学家发现毛利人跟台湾的原住民 DNA 很接近的，都很接近呐、啊。我第一集证据已经拿出来了，整个人类迁徙的架构出来，因为人对咱家起，所以他身上会有这些遗，就是祖宗这样遗传下来的玉器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跟你讲，当科学证据一出来的时候，所有人类的考古是什么东西？它是建构 hypothesis， 就是假说，然后拿去挖考古去证明它假说对不对？如果错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它就要重新修正它的 model， 再去修正一次。这就是做科学。所以这个科学 DNA 出来之后，考古学家跟历史学家的资料一大堆可以扔掉了，一半以上。为什么？因为都是假说。那些科学证据出来，他们才在 fit into the puzzle， 整个架构出来，他一个一个接上去。哎呀，看哈，那、啊、这是你叫你什么名？你嘴你叫什么名？我得拜个都得你，你要叫拜个好了。哎、欸，这句话很好笑哈、啊，为什么好笑？为什么？因为对偶然对黑人讲，外公这些故事叫《鲁滨孙漂流记》，1719年下来了，下来讲。啊，在写什么？他在写说有个白人贼船，他、啊、遇到风浪，他、啊、就搁浅，在一个荒岛上面，啊，里头村的船顶管村门口起一个树住一下，两个月以后，诶，偶然来找伊，当地的土著住来找伊，啊，伊拄到伊就讲，啊，我拜个对了，你又叫拜个改好名啦，啊，为什么好笑？照理说应该黑人改好名，不是白人改好名嘛，对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吗？当然不是啊，新大陆上面老早就有住印第安人啊，啊，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吗？也不是啊，是白人改好呀、啊。啊，台湾人过去叫什么名？台湾人名叫啥？我们叫什么名字？敢叫台湾？母亲的名敢叫台湾？不是啊，啊叫啥？佛摩萨，佛摩萨我们是哎，十五世纪啊，更加进进一下，无名啦。我跟你讲，一个土地上面自给自足，不需要给名字，你知道吗？因为你的世界就这么大嘞。印第安人以前没有跟外界互动，不要有名字啊，为什么要给自己名字？你都还没有离开这个岛嘞，你还不晓得世界多大，你当然没有记住。你们他部落上面会互相取名字。但是以整体台湾来讲，没有名字，直到十五世纪外面的人 intrusion 进来的时候，才给你取名字嘛。一开戏在我叫做 Formosa， 我干嘛 Formosa 没拍电啊？以后就叫 Formosa， 对吧？那是台湾人叫台湾 ese， 哦，别给些意思就拍电啊，对吧 ？Formosa 对吧？自己选的。来，贵企杂志定冠给什么名？这是国家地理杂志，在1920年的时候封面。Formosa 的 beautiful， 刚我讲台湾，好啊 ，Formosa 对吧？啊、过来，报纸顶冠，那时候 Billy 搞轰炸台湾，从飞机上面照下来的。哦，你看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刚我讲台湾，好啊 ，Formosa 对吧？更加严重之类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日记的哈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Pescador 就是澎湖啦 ，Formosa 的台湾呐、啊，但是。我问你一件代志吼，您到去买厝还是买车子，在写那个契约还是车子那个户籍或者资料，顶个干嘛现在讲这间厝是阿草买，但我叫阿草无嘛，对不对？你一定把陈阿草的规号全名写出来，你不也侵在下？叫阿草人一大堆嘛，还是讲这是啊阿文阿买，袂使安尼写嘛，安尼写你厝别人嘛该偷，我嘛叫阿文啊，伊个嘛叫阿文啊。所以你名字要写清楚，对不对？那更何况这种条约上面名字会不会乱写？不会，还有没有写台湾？所以单记得偷的到底叫什么啊 ？Formosa 嘛，这几单正式在条约上面的名字哎，
不是台湾哦，咱过去拢错唔对哦，人都要来回遮哦，咱叫做 Formosa，Formosan， 住伫个头个澎湖迄个叫做 Prescott， 台湾治理当年是不对啊，他不敢用 Formosa。我这个不用讲太深，高级班再讲啊，来。你是当时开始怎样？我自己这个人存在，请问各位，你当时怎样？你出席的在世间，我讲头一次跟我妈妈做身体接触的时候，巴肚腰假灵，其实就已经 sense 注意到有另外一个个体的存在，它会有起立，巴肚腰号也开始小，对不对？这是存在感嘛？哦，你开始知道我很重要，我只要一哭就有人回应我，啊，那时候。当然眼睛还没有开啊，你透过接触嘛，开始有互动，你就有存在感啊。慢慢弟弟妹妹跟你玩，大家爸爸妈妈跟你玩，不，爸爸跟你玩，而且亲戚朋友来，你就慢慢建构更多的存在感的根据嘛，对不对？你的 reference point 参考点越来越多嘛，啊，之后进入一个社会嘛，越来逐步你的存在感越强，所以存在感强的小孩子，他的自信心就强，对不对？自信心强的小孩子就怎么样？学习力就强，学习力强的小孩子怎么样？就很创造，他就有很多能力可以帮助别人嘛，对吧？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出不了一种怎么办？比如说一出席八度腰好给我们啪啪扒下去，别好啊八度腰啪给我们掉嘴背，而且 baby 会吓一跳呢。 baby 在建构他的存在感的时候，我跟你讲哈，我可以去育幼院来，可以帮助小孩子，不要讲帮助，带他们做游戏，给他们带食物给他们吃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更该我得。带游戏的时候，就一两个小孩子躲在桌子底下不要出来。啊，嘴给给夹些糖果继续吃。啊，你给我揣一摆。他希望你不要把他当作他存在。后来那个学校老师在跟我讲，黑龙受虐儿，受虐儿啦，就主持人叫领地个大喊的啦。他在形成他的存在感的同时，被否定嘛，叫我们怕嘛，所以 baby 惊掉嘛，他就开始很没有自信嘛。啊，唱个多啊卡不爱出来嘛，嘴继续夹，但是不爱你怎样一叠堆嘛。这个过去的台湾人啊，我是台湾人，扒落去，我台湾人讲台湾话，发气发急，我可怜，咱就是受虐儿啊。咱台湾人即马拢是受虐儿的面相，你知无？你过去伫个形成我台湾人的主体性迄阵，你甲你否定呢？甲你否定呢？讲你毋是台湾人，你是中国人呢？国家还是安尼，国套一个名号你呢？我台湾人是点唔对，袂使呢？你这少年时代可能不知道，过去连讲台湾这两字都未使讲的，对吧？后来造一条歌，讲母亲嘛，那有遐歹讲的，对吧？是啥物大逆不道的罪？台湾人都是安尼大汉的，我们受虐儿呢？不光是受虐儿，咱连家己的名拢讲未出来。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过去伫所在叫格拉森就是天然的石灰岩洞。用石灰、酒灰啦，最低落去一坑一窟，对吧？你看一窟一窟，足济，啊，这所在足好做啥物来用？观察来用，这人死了，包袋等下来得做，啊，做土货啊，准土货啊。所以久而久之，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坟场。啊，你知影坟场大，死人济，对吧？死人济，啥物济？魔神啊济，对吧？魔神啊济，就会产生啥物代志？鬼附身的代志嘛，吼，鬼啊附伫人身躯，啊有。一个所在，这村内底有一个人，就是叫鬼附身，啊，规工笑笑啊，嚷啊，无要食饭，无要穿衫啊，啊，这村民看到这真麻烦，啊，规气用铁链啊，爸爸家不拢，只间连脑袋子，啊，爸爸无准都好，搁甲创个灯，搁走出去啊，啊，走出去种啊，四鬼乱走啊，伫坟场规工伫嚷啊，迄阵耶稣来啊，耶稣代表真理，哦，上帝囝来啊，哦来，啊，迄个鬼附身就冲伊头前讲，哦，永生上儿子。我的时间还到了，啊！你今麦就来是要怎样？难不成我今麦就要下地狱？耶稣不该给恭维哦，讲你叫啥名啊？你叫什么名字？结果这人讲未出家己的名嘞。你讲啥名？你讲我叫做群滚呐、啊，一滚的滚，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耶稣不该讲，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哦，那鬼啊，就冲出去啊，因为上帝恭维啊，哇，就冲出去，就附到猪身上，两肩头猪。叫鬼附身，都穷的害了，这拢死了了。啊，这人醒起来嘛，鬼走啊，醒起来，啊，衫都搁穿倒转来，啊，伊就恢复理智，知影叫家己叫什么名？叫台湾人啊，即马发力出来啊，
甲这鬼，中国鬼啊！现在中国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是鬼，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那想要叫一个鬼尽管，离开他本来的身体到别的地方，不就是鬼吗？他的身体在中国啊，中华民国宪法至今没有包括台湾，你敢在？啊，你离开你本来的身躯，你不是鬼，想办法在别人的身躯里面附身嘛，叫台湾人去讲伊的名嘛，啊，台湾人给这帮鬼附身嘛，啊，这帮法律出来鬼都要走嘛，对吧？但是现在鬼要走的时候，够一群人下死嘛，不会走是什么人？什么人？不是啦，当机啊，对吧？是不是当机？当机过去是靠鬼附身探家的嘛？啊，鬼若无去，伊都去未起动，都无得探家，对吧？哦，啊这啊倒头啦吼，啊当机嘛是啊倒头拢共款啦。啊，这内底什么人是当机倒头？国民党内底本土派，佫唔是国民党哦，因来是中国人，伊本来就是遐个人嘛，对吧？内底台湾人。民进党台湾人，啊，亲民党内底台湾人，还是客人，迄所谓的客人根本无客人这件代志啦，就是佛魔神，那个叫佛魔神，对不？你内底台湾人黑死命，因为过去靠因这台系统、选举系统在探家嘛，啊，即马发力出来伊要走嘛，黑死命不会走，就是这群人嘛，很可恶吼、哦！啊，即马台湾跟台湾军形成了，啊，恁这群人看到咱网络上诶，进来，所以国民党即马有人退党啊，对不？迄台湾人啊。退党啊，知影都要知影走啊。啊，若不过走啊，拜咱起来一阵就处理嘛。台湾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要处理嘛。哦，被抓到贼的王子发现自己的身世之后，来，啊，你今晚怎样去改一下人啊？你们知道自己是谁的吗？下面党，那、啊、你下面党，无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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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今晚有一个身份啊。台湾人无需要证明啦，我跟你讲，今天吼。你唯一受到保护，台湾今天会起来的原因是啥？你是台本帝国的臣民呐、啊！你即马拿那个 ID 啊吼！你如果讲你是台湾人，无人甲你保护啦，就像印第安人一样保留区啦。你没有身份获得保护，你知道？因为你有这个 ID， 证明你是被占领地的百姓，才可以按照战争法来保护你。他才不可以叫你去当兵，他才不能对你抽税，他才不能改你国籍，他才不能改变你的语言，是安内的，你才会受到保护啊！你如果没有这个 ID 干，你不会受到保护呢。台湾人是什么东西啊？公派天，你今天之所以也站在台湾民政委，一旦成立这个，就按照战争法所发生的啊。过去为什么台湾人没这身份？你去挖中国人嘛？你说你是中国人嘛？真好啊！你拿中华民国的护照，你有准度后，叫你去做兵准度后，向各位提。因为你身上没有一个证明，证明你是被占领地的百姓嘛，所以你这个 ID 卡很重要呢，你才有资格坐在这边上接下去，才有接下去做接下去的课程，你才可以上下去呢，要不然你没有资格呢。国民党还不敢对你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证明那些基本对口的臣民，我们因为战败在这里，他不敢碰我们，我们的车牌才会上路，他不敢关我们，我们另外一个系统出来了啦。啊，美军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占领？就是因为这被占领地的啊，过去林志森博士个国家不要法院讲好，尽管行而立啊，给林志森博士被去提讲，哎、欸，班加西，你凭什么？我台湾人啊，台湾人又怎么样？你不是被占领地的百姓啊，所以迄阵在开始发 ID 嘛，就证明你是日本帝国的臣民嘛，你日本人嘛，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因为战败，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按照战争法来处理我，安内啦。所以这个身份很重要啊！你不要小看什么叫我们的身份，要不然你不叫王子，你只是一般的人而已啊。王子是有国王的啦，有天皇是咱的效忠对象啦。我们才是一个被占领地的百姓，在我国际法在保护着你啦。啊，不，你台湾人是什么东西啊？跟贵警官嘛，贵旗都是安尼给我们分化的嘛，中国人给写嘛，啊来做中国人，做战胜国。啊、结果我们的北部阿公阿嬷去台东去拿身份证，从此以后被占领地的百姓消失了，消失了美国就撤退了，都没人给我占领，我在这里做什么？顺续就叫中华民国就地合法了，知道吗？你们要懂得这些美感啊，你的身份很重要啊，大日本帝国臣民这个身份很重要，那是唯一你们今天在这边的理由了。台湾人不算什么了，真的，现在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同的民族逐渐消失掉了，咱台湾的基本上都消失掉啊！你都是要做中国人，所以人家你到中文嘛，
该你的姓氏嘛，该你的语言嘛，让你去用种族灭绝，你不知道。回到原点，重新出发，那怎么办？你回到原点，怎么哪一点？战败那一点，1945年的9月2号，宣布战败一点。一刚，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因为血统的关系你受到保护哦，你是因为政治身份受到保护，所以你要证明这个嘛。所以我们叫你民进会叫你做啥？你摕过去你日本时代户籍成本嘛，顶管有你阿公阿妈，还是你家己的名，还是人的名，伫顶管嘛，有就证明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名嘛。阮老爸老母拢日本人，想要选出另外一国人，不可能嘛，是这样子呢。要不然你没有资格在这边呢、啊。来，什么叫种族灭绝？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原则，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我时间不讲嘞。李鹏五名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对西藏发下种族灭绝。你知道上面一个种族灭绝哦？西班牙不是大国啊，中国为什么不敢对他怎么样？第一个，西班牙是欧盟的一份子；第二个，中国真的对西藏做屠杀的工作，大量中国籍的移民呢，起码免改台啦，大量人口几百个人都好啊，你都无去啊。过去台湾人北部讲啊，卖给外星人，卖给中国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他可能不知道原因，可是那是本能的反应。赶快这点人来个南澳大伯啊！你不要说你被认同像，你下面人已经没有认同点了呢。你是什么人都是呢啊！所以西藏人达赖喇嘛、黑西米啊、传奇天良造的就被留他的种嘛。所以美国帮他买了一块地在西藏德兰山，让他留种嘛，留他的文化嘛，要不然就灭掉了呢。中国人很坏，对吧？一方面说哦，熊猫就被灭种了，我要保育，对吧？引全国之力，用资金来培育熊猫。一方面你又抬西藏人，你对动物这样，你对人怎么这样子？你怎么会让西藏人从地球上消失掉？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对不起，这是个种族灭绝啊！台湾人你也不知道你是本土的 ME7 四后代的话，你也灭掉了。我一方面给你们政治上的身份功力，台籍部队的臣民，但是一方面你又是。Pure Formosa 呢？这块土地上真的有这个血统存在的人呢？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呢。这个台湾猪腿型了，你哪唔知啊？你不知道为什么活？我今麦在冲墙，我对到来，我今麦在家冲墙，我往哪里去？你都搞不清楚了。你不晓得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了，就吃穿喝死掉算了，结束了。阿马伯郎怎样立起下来啊？但是你今天活在这世界上，你已经清楚自己的历史任务啊，你知道。活着哦，你要延续这个后代呢，你也揭出来已经不简单了呢。过去利用洗脑洗到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嘛？连自己就是明明不是还啊，我讲得更难听一点，你去中国，人家还不把你当纯种来看呢，你是偏远地区的蛮夷嘛？你什么东西？你还算不得他的纯种呢？去人家又不是人的人啊，来这又不认同自己的人啊，你就真的连天使都要替你哭泣。连天色都替你好了，可怜个无得志啊，什么都不是啊。台湾人讲可怜，我跟你讲，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很可怜。来，所以我没有时间，我直接跳到日本时代哈。我给那一集哈，得去被时间上面拉长你们的史观，空间上不同角度观察 ，MEC 的生存角度决定观察角度哈。来，我直接讲到这哈，看看他怎么扭曲。所谓的郑成功占台湾，刚占去得了。他势力范围就大了，笑死人了，对吧？扭曲历史嘛，啊，你起码看文献东西，那么小块地方的写的故事嘛，都像那样，对吧？啊，甚至势力范围写那嘛，这都你们都看过了嘛。好嘞，大日本帝国50年对台湾做多少代志，要知哦。过去都没讲哈，来，我看一下，明治28年1895年第一代总督华山之际，军政转民政，领台善后，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设置。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复审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理番制度、医院设置阿便制度、教育制度由变电信实施定期航路开始，度量衡改正财政金融制度，旧税制改正大阪中立银行进出。因为建设一个地方要有银行啦，没钱没得做代志。你过去说大清帝国对台湾建设没有？为什么？你银行在哪里啊？你钱对都要来啊？你什么时候拨款过了？大日本帝国是有拨款，他们随便拿一个钱都是要通过帝国议会预算的呢。那是有根有据的呢。来，过来，总督府，你们如果学行政的人，你就可以看一个国家一个系统要进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基本的动作哈。台湾总督府临时法院，台湾地租规则实施政治犯临时法院，这是明治29年1896年。再来，明治29年乃木西典第二阶段哈，10月14号到隔一年的2月26日，明治31年。
第四代总督阿岳元太郎，主要是后藤新平的啊。来，过来，你们这里自己看，我待会今天时间不够啊。你看当时的军事预算费用在这边都写出来哈，一定要通过才会拨款嘛。大清帝国哪有建设台湾？你拨款在哪里？你自己国家都不够用了啦，就穷到要穿开裆裤了，你要拿怎么有钱来建设台湾？不可能嘛。过来，名字过去中国人来台湾啊，起城起庙抽税贪污，安尼尔啦。起城起庙抽税贪污，这是中国人来做的事情。迄真傲的官才会跑来台湾人，真衰再来，啊来就想办法包钱，搁倒转去，就是安尼尔。啊，台湾就是一个被殖民地，哦，搞清楚你们是谁哈、哦。明治39年，1906年第五代总督左久间左马太过来，我今日被正要被挑这田健治郎。黑主任为什么有特别的事情？皇太子殿下台湾一带完了，就去明治天皇来，我直接跳好了。黑主任有台湾人下批和天皇讲卖来，加真乱，结果台湾总督下批登记讲唔是安尼，台湾思想恶化，只是在东京读册一定学生啦，在台湾没有多少个人，特单在多少请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人跟共产国家同样哦，未到你就是共产国家，他们就倾向社会主义，未到危险的制度的程度，一般人民其实忠实顺良，敢一视同仁圣恩，绝没有危险之余。这什么意思？过去大清帝国对台湾人统治描述是什么？3年1小反，5年1大乱嘛，对吧？男无情，女无义嘛。啊，奇怪，到日本时代那比怎呢？哇，一般人民极其忠实顺良。较简单想啦，你若查某人吼，你老公对你好，你为什么要反？为什么要跟他吵？不用啊，你对我很好啊，我在享受啊。所以过去咱北部一带人讲日本时代偌好，拄偌好啊。你无得甲别个呢，伊都实话实话先，实话实说嘛。啊，你真的打我，我就是跟你反嘛。别个台湾人来换嘛，台湾人很不会反的，叫别个变安尼嘛，对不对？这是过去的台湾人嘞，你莫看个，莫看个呢，那是台湾人嘞。台湾日本时代20万人出国留学呢。这是你阿伯，这是杜聪明，他在高雄医院创办人，台大医院的首任院长。你看内底穿的衫，毕竟即摆女生穿的挂号呢，法国高级定制服呢。这内底这阵穿啥？这不是留日的呢，这是留美英。哇，你看同学录，我先看这啦。1943年，全台湾小学共1099所，小学生932525人，全台湾人民的。义务教育普及率71%，全亚洲只低于日本，已达先进国家之列。卡在是安内呢？你看日治时代台湾人留学日本风气相当盛行。1945年统计，曾留学过的台湾人共计200000人之谱，比咱们人。那是过去的台湾是机关追准的，什么时候变成像难民一样？过来这些同学如果给他调出来，你看他美术、化学、经济、神学、政治、医学，你看弄有呢？也有 Illinois Champaign， 对不对？又有哥伦比亚、巴黎大学、美国啊，你看都不一样国家呢。啊，主要被公家了，这个黄条琴也出卖台湾人的这个啊，讲我是台湾人，我嘛是中国人，就是伊啊。美国人讲好，你中国人尊都好，就是这样。你看他、怎么证明？你看一套政治学，那阵日本人嘛，对吧？拿日本护照出去，对不对？啊，过又一张南京政府外交部。奇怪，你日本人哪去做南京政府外交部的官员？那就是我说的余孽嘛，他认同中国嘛，他不认同日本嘛，这是叛乱分子呢，对咱大日本帝国来讲，还知道吼？还要看，好来，我们直接时间不够吼，我们再看，我们看一些图片好了，我们看图片，哦，去一下 KBO 嘛，吼，过去在日本人来进行的时间，他们拍的照片，吼，1885年。那个弄表嘛，哦，啊，这他在马开读书，马杰是加拿大人，在普林斯顿，美国普林斯顿长春的那个学校念神学院，啊，来台湾，1885年一阵接人来，哦，啊，来了都头一天住在皇后旅馆，较贵个台湾是安尼哈，马开哈，啊，给人搬出去哈，啊，一阵就开去学校啊，学堂哦，啊，考便宜哦，给人搬出去，啊，一阵台湾人的平均寿命35岁呢。真可怜哦，35岁，死咧真早死咧了，30几岁就做阿公啊，啊，就过来就死啊，准备后事啊。我今日照片从这边来，我每次给照片，我会跟你讲出处哈。
来，那个谁，我要放照片，帮我放一下照片。来，走，我可以按吗？哎、欸，他不会动哎、欸，没有，那你帮我按好了，刚好不会，再跳下一张，可能要时间吧。好，你帮我跳下一张。好，直接从这边跳好了。好，来，好，下一张，再走。好，你看主日学，好，来过来，下一张，来过来，来过来，再走，再走，再走，再等水哦，卡在等水，来过来，过来。好，你看，这样，这样，你知道这是什么？会看吗？啊，这不是啊，这是冰冷啊，槟榔西施。槟榔西施惊到吼，我讲你们不能用那十七八岁那么漂亮穿迷你裙的卖槟榔了，叫这阿妈来买，马上那槟榔人口下降。你不用叫人家不要吃槟榔，爱都不要吃了，你就不会想吃了嘛，对不对？叫阿妈来买槟榔的喝嘛，最有效的那个宣导方式嘛。来，过来，西厢重道牡丹社事件，过来，你们回去查，因为我这些名词没办法一个个解释了哈。来，过来，啊，那时候有那个我们不知道的歌头。啊，这些秘书长黑公算北白算恭亲王刚从奥迪进来台湾，马关条约割让之后，伊就日本军的几百，哦，来过来下一张，啊，这个给咱高沙族哈、哦，我们在那个在萨德哥巴来被征服高沙族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啊，你看每一个人拢黑勇士拢摕一个德国德国顶管拢扛啥，唔是菜刀啦，黑人头啦，一颗一颗都是人头啦。他在出草的时候把人头割下来，来下一张，对吧？这妇女这办 party 嘛，节庆嘛，去哇跳舞，小孩子在看，日本军官嘛在遐，你看那妇女手顶头提啥？那人头，对啊，底下海哦，叫剁起来人头底下海庆祝，来过来，啊这高操作的哦，啊你征收服之后，伊就教你最新型的武器，啊来开枪，啊过来，哦，看到我睡不？1920年哦，那脸好纯淳朴哦，来过来，你看这個、日本军官哈，还有那头目对不？头目每一个人两只脚中弄一粒啥？那种人头嘞，那种人头，我们这没有在开玩笑，平地的平埔族的差不多三四千粒的人头，啊，那个日本人差不多几十粒，这样剁起来，好来过来，所以是细心窟窿就设计的，那个警卫保护哦，好不有。来过来，啊，这是一尊高沙族被推行教育，啊，有办好好，结果有一群人不愿意的，就给来这弄台，小孩子、老师全部杀光，啊，刚好有一个日本老师救了里面一些学生，他坑在粪坑里面，他救活了，啊，其他照片很残酷，我就不放，我就放这个照片，生还者的照片，拿过来，哦，接受教育掉，来过来，哦，就有文化啦，这哦比较人性化，过来，哦，第八联队进出台湾，哦，来过来。一群开始画图呢，小孩子开始画画了，彩色用蜡笔过来，这是美术教育嘛？啊，过来，第八联队过来，你看一群的，你看第三高路的，一群的台湾人生最有水不？有气质嘛？啊，咱今晚党形毕装都是难民的样子，你看每一个穿着，你看手都摆得好好啊，你们照相也是哦，卖那大片就蛮可爱啊，安尼哦，啊，女生要会站哦。不要站很丑的样子给人家看哦，你看是不是都好好看的？下一张，你啊，日本时代，哎，你想讲是啥？我等下给你看，你给我惊到，这就是以前的铁道旅馆，不是眼镜女啊，过来，你以为是落后吗？这北一女裁缝课，过来，这一群打到菲律宾马尼拉，那小孩子上街去游行，来过来，对象，这都一样。那不叫说，嘿，中山人，嘿，中国人也好名，嘿，叫做台北公会堂，空会堂，嘿，是台北市民每个人拿出一块钱把它盖起来的。OK， 过来，日本时代起好的，过来，公外局过来，哦，台北医院 ，OK， 过来，
台北医院、台大医院，来过来。哦，这就是做迄工会堂内底设备，内底已经有冷气哦。比如西餐厅哦，过来，你看有的大厅可以看电影啊，过来。日本时代的，你看伊个餐厅，你们会做家的人，你有怎样？安尼摆就是干净啊，这表示什么？有制度 ，system， 有系统在走。你看这个架子啊，撞球桌、西餐厅，日本时代有 linky 哦，过来。三山路，你有唱过一条歌无？三山路，夜色就在三山路啊，对的。三山路就是有快车道，旁边种树，然后慢车道。啊，日本时代，来过来。你看，你想，棒球队下面要让像难民一样，什么用棍子打石头？那我要可怜。日本时代就是这样，跟你讲，南门国小对抗华山国小，我手头有几百张各个国小互相对抗，每一个人都有，你看，帽子、制服、手套，每个人都有棒球棍、棒球，还有教练对齐。那是一个国小的规模嘞。那时候台北市国小是互相对抗在打棒球，要不然怎么可能打到 Canon 打到 Final？加农打到，对啊，那个是普遍在台湾的那些运动呢，休闲运动呢。来过来，我手头几啊百张呢，高雄的软式棒球嘛，就像台北市公车啊，迄阵的公车啊，买票啊，上车啊，日本人那都台湾人啊，都已经请安尼上公车啦。过来，台北车站的前身的前身，来过来，哎，神社台北神社，来，大家过来，草山。来过来，就这样，过去建中的学生呢，建中的学生穿这样子，有摇摆不？我就派哦，有那个气势哎，有那个气势，也有那个气质。你看那个面相，对吧？无得惊半人迄款嘞。来过来，就这样，这不是澳洲呢？台北市馆前路走到最后面，台北博物馆，没有人在殖民地盖博物馆的啦。只有土领土才会盖博物馆嘛，博物馆就是高水准的一些教育制度嘛。过来，啊，这衡阳路遐，哦，叫荣丁，过来，哦，中东总督府从上面往下照，来过来，哦，过去的照片哦，这不是最近的哦，过来，那过去的北投遐的车电车，来过来，就看在台北市啊，火车站附近 ，Life Magazine 上面的封面，来过来，哎，这样，明治桥。两个不要的是印刷，基本上去饭店，下卡给人喝，对啊，我马英九迄阵贴起来啊，马英九做第市长迄阵个贴起来，过来，过来，你看，过来，过来，再走，再走，我们走台湾博览会啊，哦，过来，再走，再走，哦，过去的台湾，来，过来，哦，新光园上面往下，过来，后来的台北市政，现在呢，就金马街进景了，过来，过来，这迪化街边，啊，过去。大学先修班的学生哦，要一条两条线来过来，你看这咖啡店里面零咖啡，暴富那个，哎、欸、对吧？装帅啊、哦！大学先修班嘛，物理系的学生。哦，来、啊、哦，还要再讲，在工会堂来的。OK 哥，国标舞比赛啦，你看也请衫，那有人葬礼请一块衫啦，无啦，这穿得很漂亮，有没有？哇啊，日本有国标舞。老师来台湾，啊，你就开始开国标，迄阵就跳国标舞啊！你阿公阿妈做迄阵就是安尼啦，这个叫生活水准啊，娱乐啦。你看以前他穿衣服、鞋子，你看女生怎么打扮，你看看嘛，你们现在去看嘛。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看，他在医生是安尼啦，一个胆赏，台北陈赏在看病，啊，过来，啊，过来，欸我去找乡下，我来讲，大家讲啊，你就看都市，我来找乡下。竹东一个幼稚园，乡下哟、喔，你看，哎、欸，竹东的乡下，你看，已经穿安尼啦，足清气嘛，清气相嘛，你看，好来过来，新店车竹车站，我跟你讲，在国民党来电话讲，什么偏远地区？台湾那么小，怎么会有偏远地区？笑死人了嘛！打完下赛后，你观光到偏远地区，你不起来没有偏远地区，一建设全部都一起建设呢。过来，来台中，迄阵就是安尼啦。过来，来迄阵港口下船的，来过来，诶，军官，台中绿川，来过来，我睡哈。台中那时候大地震要他们马上空拍，这才叫做治理嘛，马上空拍，然后做那个规划嘛。好，来过来，你过回上一张那个，这叫做都市规划。
不过起啥去？你们会看的，看美甲的，看一下啦。棋盘式有一阵都是棋盘式。OK， 来下一张，过来，过来，过来，再走，再走。你看天皇、王储来，还有各国武官在后面陪同。来，过来，过来，过来。台中做，你看，迄阵袂紧张的啦。日本时代，你看，你穿什么衫，敢有穿青都要夹别人，无啊？那个气质就出来了。来，再走，再走。你看，迄阵台湾啊，这不是台中神社呢，不是你日本呢。过来，这台中呢，这是台中呢，过来。台中神社呢，来过来。你看，迄阵的你呐，你看，来，过来。那可爱不？够水不？你看伊个面相，就是。真好看的小孩子嘛，来过来，其实中国通第一专拍名，你那都造出来，面相都袂看啦。过来，来过来，台中周真，好过来，啊过来，你看再来，这种这不是日本拢台湾的，来过来再走，你看丰原家政，我今晚每台北台湾全部照哈，来过来过来，你行较紧的，来再走，哎。这个我跟你讲，在江南大剧起工的当天照片，来过来，阿里山神木过来，嘉农夏龙过来，过来，再走，再走，来过来，这家己呀吼，我跟你讲，你也要看看美甲，已经有电火条啊嘞，每一家都有路灯、电器、自来水，来过来，来过来，神社你看，过来过来，去遐坐坐在水源地，你想为自来水、水源地集水。经过过滤到每一家，挨家挨户任务，有地下水道哦，有清洁水道、卫生下水道分开，再有清洁嘛。过来，过来，再走，再走，再走，都行行下去，再带人。看，你看台南女中毕业典礼，请问有够干净整齐不？嚯、哦，白色的袜子，白色的鞋子，干干净净，你看整整齐齐嘞。台南女中哎呀，台南女中，过来，再走，再走，台南，来，过来，过来，日本时代哦，台南车站，来，来，来。再来，你看打球，你看，过来过来，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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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来过来过来再走，你看海军陆军的一队，天皇视察来过来过来再走，好林款好林款来再来再走，糖厂来过来，高雄塔卡奥来，那是过去的，不是最近的照片哦，来过来，我们要准备放影片哦，你看高雄软式棒球照片，我再加一张，哇、哦、几百张嘞，哦高雄的遐软式棒球，你看。请的就精致，西装领带，你看队员来过来再走，来较早就是安尼吼，来过来再走，高雄来过来再走再走再走，我们要准备放影片，园游会，你看啊园游会过来，水产试验学生毕业的人去开 party， 来过来来过来再走，过来过来过来游览比吼，一阵大家出游就塞车租车啊出去出游，你看全家呢。一群人日本时代生活水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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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哦，你看，便当试吃会在屏东，过来，来过来，下一张，你看屏东妇女的联合会，你看每你要看看小孩子怎么打扮，啊，你有怎样北部让他请他，小孩子会打扮这么漂亮，妈妈也不简单，哦，你要会看有记者来放影片，要放影片。情勢を打ち破るために北に強固なる国防の一線を隠し、さらに南に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開い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こうして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および亜熱帯地である台湾が我が領有に帰したのは明治28年4月17日、台湾归属我国，台日不对抗。啊，总督执政40年的时候拍这影片，做个记录。6月14日，蒲山海軍大将は第一代の総督として赴任し、台北上に。贵旗的旗将，第一代的上将，当然变了。北白川宮義久親王殿下のご退任。马上就进过帝国水准啊，世界级的。人民的钦他。你看那个小孩子。台湾被清朝列入化外荒地，台湾的居民被当化外之民。但是改立之后，日本成为变成帝国臣民。
公務なしからず改令後数年などして武士の平定土匪的判断哈，产业的指导奖励，铁路、港湾、交通建设、通信、卫星准备、治水灌溉、理番教育普及、地方制度或军事方面，这些消防车都已经非常完备。台湾已经面目一新。这么对戏干的，能干？皇室一视同仁的恩宠，官民一致的努力。你看，有夜晚上的霓虹灯标旗点灯就跑了，就跑了。这叫 infrastructure 哈，基础建设。台北市は元城内漫画大豪邸の三明治44年8月1911年8月发生台风，那个贵爷大金地为第一个中国式房舍那个瓦掉。你们知道这个叫沉积群啊，在过程当中保留一些过去的古迹啊，这些盖新的。在八旗都市计划规划弄起日本时代成为对。全く市街の面目を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いわゆる城内は港があります。八旗的地书哈，拜占庭先生哈，各州的地书，台湾国内司令部，台湾总督府专门。国外研究院，研究院。台北医院。台湾电力株式会社，中豆腐的官邸，万一迄阵去的时候讲水吼，平原。今卖种豆腐一磅，啊！开始看嘞。台湾日日报新啊。近代的文化建築に移りつつありますが、特に台北市の文化様式には著しい変化が現れております。しかも一般に台湾の文化様式の都市は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展開都市規劃は人道と車道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那拜北赛过我都拜，都拜非常多。肉包铁棍熊孩，日本人没输啊，我都拜就叫熊也真精髓的，美国人也没输啊。台北 Aki。哦，有啥人力车？啊，买回来。计程车、客运车、客运车啊，各位嘞，公车。人力車は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啊，这个是明治桥哈，对于宜山啊，新社的头前就是表参道。后来叫他们中山路，搁中山路，搁个表参道，啊，所以几条通、三条通、五条通，安尼。台北公会堂有啊，台北市民去的吼，来博物馆对吧？是不？发在日本小的前面。
女生都很漂亮啊。哇、哦！恁老爸、老母、阿公、阿嬷的时代就是安尼吼，台北市一直遐水，嘛就有迄个气质，优雅哦，啊，休闲生活。商品陈列馆哦，有迄帝国的架势吼。啊，即马开始，伊即个问题啊，大酒店遐就是。是个中国影响真大的所在，所以迄阵在交接期。啊，今麦过来看。本当人の居住者が多く、中でも大道邸は本当人の商業区域で、米その取引の中心を成しております。抽水タムドライ。他在比尔德先生。米作りの大商店が軒を並べ。你看，异国情调的听到那个。異国的な情緒を漂わせております。啊，你看那边就开始就中支那人那边就走出来，你等一下看。啊，你唔捌看过白卡哦，等一下看。哎、欸，白卡，我拿嘛白卡的烟呢。是那人一般的新歪的 lifestyle 造出来啊。是那边的，边的一般的，一般的造出来。文化差异太大啊。商店流れる淡水川であると答えます。来这边走快一点，稍微跳一下。好，七七三，哎，没有，我稍微跳前面，我要看那个，你看，这是北投北岛的温泉，你们现在也可以去看。那个高尔夫球场，你不起来，你看。淡水ゴルフリンク。淡水高尔夫球场。ゴルフリンクも遠く及ばない。なかなか優秀なリンクでございます。新竹地方は。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築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米国ペルシャをはじめ、各国に輸出され、你看，以前台湾有叫日东红茶，你看也制造过程，哦，你看就制造一款，开始当然用人工去，后来一款都不一样，一开始当然要人工去收，地米，来过来，全自动化，日本时代就专门做台式。自动化呢？那过来呀，生产线，干干净净，好脏的白天啊，不注意真的，啊，生产输送带。一挑茶分类，最有效率的社会啊！再来台中，中部台湾的首都。中部台湾的首都台中，你看我水吧，哎，绿砖叶色在，你看水就清气啊，听闻。注意一件哈、哦，因为楼顶哈，你看台中遐楼顶，我水不？哇，好漂亮！有台湾的京都之称呢，绿砖跟柳川啊。幽静而美丽。彰化银行一整起来，台中、台中州厅吼，秘书上班的所在，办公的地方。来，台湾啊，台中公园吼，介绍台中公园，一整都遐水啊。四季いろいろの果物を生産するに恵まれております。素材果実は実に30種に上り、山岳もまた200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で、周囲の緑の山を映し、ゼネレーされております。あ、这个很重要。工業台湾の電源管各地に送電されております。日月台湾電力会社は24万キロの電力を準備す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你看，一整个高压电线，南北配，你看，日月往台北往高雄，那叫做基础建设，应该走的。努力供給地から出発いたします。这台南，然后这慢跳，这跳。今より300米から。
平成校の特中心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林百貨哈。また文学商業高校第五都市と呼ばれている本岛第二大都市。阿里山鉄道を出身。阿里山。现在就不能一直冲后了哈，来过来再走一下。伐採スパイラルとあります。那嘎基啊，就那嘎基，嘎基对你们呢？没有所谓的偏远地区的，目前城镇用来建设。台南州管辖，台南州管辖。这不规矩呢。来，各照，各走。再跳一下。这是木材业，啊，过来糖业嘛是集中的一部分。过去这旧的片哦，拢会去比较了。砂糖，诶，日本时代个企业创业。総督時代に総督府の手で奨励卒業になってから次第に発展し、今也唐厂阿嘎铁道拢做直接走哦，运输啊，输送啊。しかしこの間政党議員の努力は、来稍微跳一下。涙ぐましいモティは、仅次于古巴哈。そして我が国東京の中心すなわち台湾偷得要死，居然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台湾は大いに花が切りつ。すなわち一人当たりどのくらい砂糖を人の皆様方は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であります比率であります。あ、你看、贵企。次は北米合衆国人、農耕及び英国人の50キロ。日本人はどうかというと、世界大戦前までは一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砂糖を原料とする青果、練乳、缶詰その他の工業が発達し。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1人当たり13キロ日本の砂糖消費高は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ピクルずつ増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その上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衣類も多くいらず粗食をしてもっぱら金券貯蓄一方でありますから正当なボイラーの釜に入って燃料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ただ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製糖会社が犠牲を払って国家の燃料を使って多いものを作るもと燃料自給準備中であります。这边。你管啊，实验室，注意研发嘛，哦，你就跟他生产糖一杯嘛。这马修哥调解，江南大郡很值得讲哦。以郡光料供应，当然倒做三次哈，是这样的哦。高雄，做三分钟，来这边跳一下，小跳一下，嘿，你看，贵溪都是这样的哦。日本时代高雄港，来这跳一下。海岸南に高校は高雄高家人都是大港台湾南部の物産高校であり来過来機械化了齁来過来高尾は今後の高尾の躍進は一直に工場去這樣必死で待つべきものがあるでありましょう很整齊有規劃齁像一日本館也這樣齁一個 Osaka 是東京好不好好像好像沒日本館一直在台灣就這樣内地，那年内地的日本哈，到家啦，然后我们准国北开始哈，三昼夜，从福岡、九州，哈，来台湾。以前一万吨是最多啊。内地と台湾との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豪華版であります。そして移民招致その他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拓殖金融事業等種種画策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拓殖の使命を業の女性を出し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っております。内大無線電話無線電話あと地下電話内大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台湾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産業と経済南進国策のため我々は挙国一致で追考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台北飛行場香港においては大学専門学校を卒業した教育者のありさまであります。
做警察、做老师都有。教員になっている者もおります。心なき者が万人と呼ぶと、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我らも日本人だ。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好，今天上课上到这边。